次。互相陷害，互相陷害。好，现在台上是五位的准影帝，我们一起看向中间。天。好，还有右边。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五位准影帝。五位影帝是这样子，刚刚有媒体朋友来我身边窃窃私语说，你们这一组是颜值最高死亡之组。那刚刚谦让我们也已经拍到了，那我们来拍一个大家互相争夺的感觉，要不要试试？只有一座金马奖，傻眼的表情也是可以的。来，只有一座金马奖，五位一起争夺一座金马奖。这么客气，他们已经拿在手上了哦。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。哦，看起来抢的是小天家里的那一座。对啊，小天家里有一座，没有，不过有一座男配角的啦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魏准影帝，那我们来进行访谈。对对。